小狗Poppy，我今年5岁零3个月，身高系121cm，体重系35.1kg。我屋企有我嘅小主人 Coley，Hello， 仲有 Coley 嘅爸爸同妈妈 ，Hello， 小主人今年6岁，佢好中意我。 好中意同我玩噶，佢成日揽住我啦，又会成日摸我个头啦，有时仲会俾我入佢间房度同佢一齐瞓晏觉。不过咧，我都有自己一间独立嘅屋噶，就喺屋企出面个花园嗰度。我好中意喺嗰度食嘢噶，我最中意食嘅早餐系。 我最中意食嘅午餐系骨头，我最中意食嘅晚餐系骨头，好多骨头。我最中意嘅颜色系，哇呀，啊，我最中意嘅颜色系呢种同埋呢种。我最中意嘅活动系。 跑步，幻想，幻想自己飞上天空上边，有好多白雪雪、月绵绵嘅白云，会变成我最中意嘅骨头。爸爸妈妈，Coley、雨雨同埋 Coley 最中意嘅棉花糖。唔好意思啊，我又发白日梦添。仲有系跳舞同埋唱歌。为你每天开心跳，为你每天高声叫。陪住你快乐时会尽情大笑。 我要温习功课啊！
我要帮小主人关难关，帮紧你，帮紧你，帮紧你，我一定可以帮到你。Poppy 啊，我唔得闲同你玩啊。行上嚟，又行翻落去，再行上嚟，入嚟先。拜拜 ，Hello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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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Poppy， stop！ 加油努力一定得，加油努力一定得。你唔好搞住我啦，啲书污糟晒啦，你自己出去花园玩啦。
励，我会俾心机，唔会放弃，难关可以过。第二集完。欢迎收睇《生活小知识》。Hello， 咁多位你哋好吗？我就系金博士。你哋好啊，我系金博士嘅得力助手护士长。护士长，你个样做咩咁烦恼嘅？你系唔系遇到困难啊？我冇啊，冇啊。真的没有啊？不是啊，护士长，如果你真的遇到困难的话，你是一定要跟一些信任的朋友和谈得到的朋友讲才行的。最近呢我有一个难题啊。什么难题呢？我很久都没有放过大假了。你做乜嘢要攞大假？攞嚟做乜嘢？我屋企只狗仔啊，佢好耐都冇做运动啦，我要带佢去做运动啦。哦，咁你谂住带佢做啲咩运动咧？我要带佢去行山啦、跑步啦、游水啦、跳舞啦。行山啦、跑步啦、跳舞啦、游水啦、晒太阳。护士长，咁一人咪够咯？唔得噶，我只狗仔咧做一样运动嘅话，佢就会好攰，要休息几日，然后先肯做第二样运动喎。好冇恒心，好冇耐性噶。遇到一啲少少困难咧，佢就会退缩噶啦。啊，呢样嘢真系物似主人形啦。啊，咁你平时咧会同啲狗仔咧做啲咩运动噶？又或者咁样问啦，佢哋做运动嘅时候，你又做紧啲咩噶？我咪睇住佢哋做运动咯。哦、即是你不会一起做的？不会啊，这么辛苦做来做什么？平日我看着他做运动，我都会出大汗，我又会觉得很累，之后还要休息两天。哦，那你是不是真的很累啊？那又不是的。哎呀，其实啊，人和动物都是一样的，都要做适当的运动的，这样才可以增加我们的抵抗力，增强我们的血液循环，加速我哋嘅新陈代谢噶，但系做运动真系好辛苦啊！所以咧，我哋做运动咧要讲求几样嘢，第一就系要集中，第二就系要有恒心，第三就系有毅力，第四咁样我哋先可以成功噶。哇！呢啲就系我冇嘅嘢啊！其实咧又唔系净系你系咁嘅。因为很多小朋友都是缺乏这些东西的，他们只会坐定定在家玩手机、看电视、打游戏机，还有根本都没有动过的，一天都不知道有没有走过100步。那就很大件事咯。所以呢，应该由今天开始你要做一项最基本的运动。喂，护士长你又去哪里？我现在就立刻去做运动啊。咪住先啊！唔知道各位小朋友又有冇做运动呢一个习惯呢？如果你哋有嘅话，不如由今日开始就同护士长一起建立一个做运动嘅习惯啦。顺便咧介绍你哋做嘅运动俾护士长认识一下，然后 send 俾我哋，同我哋一起分享。你哋可以 post 喺 Facebook， 然后 tag 翻我哋 @VVWebWeb 合家欢 @PopTheater 普剧场。#小狗 Poppy， 记得要将个 post 转翻做 public， 咁我哋就会收到你哋嘅相片，齐齐做个有活力又健康嘅小朋友。好啦，咁而家我哋一齐睇下小狗 Poppy 点样教我哋做运动先。下集见。啊，博士啊，博士，你平时做开咩运动噶？哦，这个，咁博士，咁博士，喂。大家好，今集我会教大家做运动，而家你就跟住我一起做啦。首先系个头，大家摇下两边，向前向上，向前向上，转个圈。第二边转个圈，然之后就膊头，打完圈，打完圈，3、4，第二边1、2、3、4，go。
就到条腰啦，打开少少对脚，去呢边，一啊二啊三啊四，嚟呢边，一啊二啊三啊四，然之后拧拧啊拧啊拧啊拧，跟住嘿，打开手，打开脚，打开手，拍手打开脚，打开手合埋脚。手打开脚，冇错啦，就系咁样啦。好，跟住咧，我哋做下个膝头哥，曲脚曲脚，然之后打圆圈，第二边，冇错啦，就系咁样啦。跟住拉筋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第二边。跟住落地，呀！打开脚，呀！我哋弯腰去嗰边，吊住啲脚趾，呀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哎呀！去前边，呀！一、三、四，跟住仲有呢边，呀！一、三、四。我哋多次前面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耶！完成啦，大家好叻叻啊！耶！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，下星期二8月4号下午1点钟，小狗 Poppy 再同大家。